那个小童听了这番说话，就即刻拜见话了：师伯有所不知啦，昨晚我老师回来，开心到整晚没睡，说在乌鸦嘴见到师伯和师姐，今朝起身因为昨日同人有约，不可以来迎接，就叫我在这里和师伯引路，前面就是老师他老人家的门馆，老师去了赴约，冇耐就返㗎喇，请师伯入去坐阵食啲早餐啦。李玲见呢个小童仪表不凡，口齿伶俐，就好鍾意啦。一路言谈，不知不觉已经嚟到周纯屋企，虽然係竹篱茅舍，但係都收拾得干净雅洁。小童又去里面搬咗三副碗筷，切了一大盘腊肉和一碟血豆腐，一壶酒，请他妇女上座，自己就在下面侧身相陪，说了：师伯请喝点酒啊。李玲要问他话的时候，他又去后面拿出三碗醋汤面，一盘泡菜。李玲见他小小年纪，招待人就非常殷勤，就好喜欢他了。